燕帧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平时感觉他是把妹无数的一个人，其实真到想干什么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大男孩。哦、OK， 来坐车上，坐车上的来。哎呀，撑不住了。准备，开始走，进场。顾燕帧，什么算数不？怎么回事呀、呢？算数，走。啊！顾燕帧被我砸晕了，我要背着他在山里面。躲避日本人，真的噩梦。你是怎么长大的？我不可以走了六步。咋的？咋事儿是吗？走。然后我背着他，整个挂在我身上，来回走了好多次。你挑着打。你要谁干的？我。我好紧张，三步到下一个圈了。你啊，我不行。